Hey, 大家好，我是 Peter。 今天来了一间我在 Mississauga 住的新开的餐厅那里，它在 First Buying Place 都有一个店的，好像叫麻布。第一次来试试咯，因为新开的嘛。我想呢，我都会叫回这个招牌台式卤肉饭食啦。它有很多就有一些港式的东西，日本式啊，大陆式的东西啦。咁樣咧，我要翻二個量。咁佢咧主要都係台灣式，再加啲日本式嘅，同埋香港式嘅咯。有個士林炸雞扒咯，夜市啊。而家啲名叫得幾靚啊！喺嗰個。如果你中意食咧，就我覺得呢啲火鍋，佢嗰啲鍋咧幾好，好多菜，有雞有豬，有海鮮有素菜。咁我覺得會幾啱你哋試下台灣嘅啲嘢咯，小火鍋一個人。是不是你很多挺啱的，是不是那你們就啱了，这些是不是很多咯。那他又有些台湾那些西餐厅那些牛扒啊、猪扒啊、鸡扒咯，你喜欢可以慢慢试下咯。有乌冬粉啊、红烧牛肉面啊，不知道扯来咯。